圣洁，每天都是新鲜的起点，用故事亲身经历的遇见，不敢想天使恶魔也会有关联，吸血鬼他抚摸着帽檐，狼人喜欢练习太极拳，天使也沉迷着纸和击剑，在我的身边不算遥远。宝门号1049，谁在手足头烧开水，打开电脑，泡面准备好，躺在沙发一觉，别关掉空调，穿上睡衣睡世界需要，先消除烦恼，一起看才最好笑。夜幕降临，万圣节终于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手机里充满回忆的画面在我的眼前从未改变。我从不怕摔倒，拼命向前跑，把每一天过好，和大家拥抱，拯救世界。